好，这个肚脐，通常我们折的时候是先从肚脐开始折，你不能从尾巴开始折，从尾巴开始折，你很快的就没有可以压缩的地方的空气了。所以这是肚脐，肚脐对肚脐过来。啊，等一下，这里会有个单节，这里会有个单节才能够缠住。那中间的这个洞就是头尾，所以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量对方的头尾。啊，好，量完了之后呢，直接这里，这里单节的旋转，这里单节的旋转。啊，那中间的这个就是头尾。太小了。对，刚这样子。好，那完了之后呢，再把它呢。合起来，把这里合起来之后，啊，抓着，轻轻的碰，扣住而已，旋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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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直接压一个单节出来，它就卡住了，啊，那这就是高人一等的帽子。两条气球做的帽子。的两种基本，兔子帽跟这个。